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明霄模型展示的视频，很多小伙伴都猜测这是一辆氪金车，包括我在内啊。那毕竟这辆车的外观还有喷焰上来讲呢，都是氪金车的模样啊。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呢，我们错了啊，这次天美可能真的要良心一波了。今天爆料大佬蓬莱云说也是爆料了这辆车是一辆点券车，并且呢连它的特性一起爆料了出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CWW 喷后的首个小喷可额外提升最高速度系数 0.18， 腾空时 70% 的概率立即获得 6% 的集气。这个特性的加成方式呢跟双生战神的特性加成方式是差不多的哈，就是没了小喷时长加成这点就不好说了啊。如果最终小喷时长可以的话，那性能估计接近双生战神是有可能的。那如果最终性能呢是接近这些氪金二线 A 车的性能，并且再加上这个外观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良心了哈，毕竟点券车啊。当然如果再把特性加强一点，可以存一个小喷，那就更好了是吧。不过这个希望可能是有点小哈。那既然是点券车，应该上架的就是点券礼包了哈，因为点券礼包呢就快要结束了，大家先攒好10万点券哈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喜欢的点赞投币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